就你哋呢一啲武功，真系妄想。如果大家再犹豫，就会自取灭亡。只要大家同心协力，就有机会对付天魔琴。好，今日我就血洒武林圣地，你哋任何人都走唔甩。大家唔使怕，天魔琴冇咩大不了啫。我鬼圣曾经领教过。再讲啊，呢、這个臭丫头就算有天大嘅本领，亦都斗唔过我哋整个武林嘅。上！天魔琴的八音穿心，八步之内你一定会粉身碎骨。你现在只剩下两步，你死到临头还在说大话。好，我就行够一百步给你看。